我跟你赌10块钱，没有观众能叫出你的名字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丽，现在都能叫出来了。杨丽，钱，10块钱也是钱。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不是介绍过了吗？杨丽啊，不是，我是让你详细的讲讲。详细，好。大家好，我叫杨丽。杨呢，就是那个木字旁加上一个长堤的长，去掉旁边的提土旁。丽呢，就是竹字头底下一个站立的站，去掉旁边那个占卜的占。不是谁让你详细讲这个名？我竹字头底下一个站立的站，去掉右边占卜的。不是，那你为啥不直接说？你这是一个竹字头，底下是一个站立的立呢？那你为啥就不能直接说？你直接详细讲讲你的履历呢？那你的履历我知道啊，你履历过人。履历啥意思？等一下，履历过人，一个成语是吧？哎呀，这没文化的劲儿，我的天！体力过人，力气大呀！国仔，这才是第一次有人夸奖我的身材。我这算夸你的身材吗？算呐，肯定算呐。算行，算就算呗，谁算不是算呢，是吧？人算不如天算呢。真好笑，你再夸两句，夸两句就对了。还要，就是你，是吧？孔武有力，力能刚顶，顶礼膜拜，拜，拜托你能不能说点有营养的话？咱们录节目呢，你这干啥呀？你说点什么吗？话有营养，再有营养能有菜有营养啊！我们赶紧吃吧。哎呀，你看你那没出息的劲儿，我的天哪！不是你吃这么多，你就不怕身材走样吗？不怕啊，放弃了什么爱情啊，身材都放弃了。哎，不是你单身几年了？好几年。哎，单身好几年了。那你可不可以从这个单身独立女性的角度来评价一下我这几道菜？评价菜，啥意思？不是啥意思，就是让你从单身的独立的女性的视角，就专业的评价一下我这几道菜的水平。评价菜的评价菜跟什么单身、什么独立女性有啥关系呢？那你这样，你从这个专业的脱口秀演员的角度评价一下我这几道菜的水平。行，你这几道菜不好笑。不是，你不能因为你是做菜的，你把啥话都往这个做菜上引吧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把话题往哪儿引？这破节目还有话题呢。不是你，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个菜的做法吧，好不好？这个清口啊，酒香清口，就是你先把清口的杂草去掉，然后热锅把黄油烧化，里面下上洋葱丁、蒜片，炒吧炒吧，再加入白酒，炒吧炒吧。把白酒挥发之后呢，把青口下进去炒吧炒吧，然后盖上盖焖5分钟，焖完之后盛出来就可以吃了。这口水鸡就是一锅清水，你把它煮开，里面放上花椒、葱姜，然后把这鸡肉煮熟，煮熟之后拿出来，要么就撕成条，要么像这样斩成块，然后你就调汁儿，这汁儿里面有麻油、辣油、生抽、香醋，这顶上还有小米辣椒圈，还有香菜末，你再放点姜末，2勺鸡汤。白糖或浓可以放点盐浇上去一拌，然后这顶上你再放上花生碎和芝麻粒儿，那就可以了。这个辣白菜是超市里买的，这个土豆炖茄子呢，你就是先把肉切成块。是还是生转呢？还是生转？不是你让我介绍完这个土豆炖茄子好不好？你这个节目真是我录过最破的节目。不是你这一辈子录过几个节目啊？俩呀。那我这个最破。不是你稍微聊一聊你的爱情观好不好？我觉得一个节目嘛，它总不能什么内容都没有。我觉得吧，能。大家再见，我是杨丽，拜拜。不是你再什么见呀？你还是你聊聊你的爱情吧，求你了。我觉得爱情啊，就跟你这个节目一样，就是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。哎，你为啥会这么想啊？因为节目破呀。不是，我是说爱情，你为啥会觉得爱情没有存在的必要？你为啥不找个男朋友啊？那你为啥不红啊？因为不喜欢。你这么清高吗？因为观众不喜欢。啊，观众这么清高吗？
我说阿丽，我请你来又不是贪图你的名气，因为你确实也没啥名气，你我就是觉得你可能对爱情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啊看法，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告诉我，你认真说一说好不好？好。嗯，爱情啊，嗯，我觉得就是真的不重要啊，就是一个女生也不是非得谈恋爱，就是你要开心的你就谈，不开心你就不谈，最重要的是开心的见解。嗯嗯，好像也没有想的那么独到。哎，你觉得这像不像一个心开心？你在对这个开心讲你的那个你的看法吧。开心，我觉得现在我跟你聊天，嗯，就有一种跟你谈恋爱的感觉，嗯，就是非常不开心。大家再见，我是国仔，咱们下期见啊。咱们再什么见啊，收拾东西啊，吃完了。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，爱你哦。